待疫情早日得到控制，大家可以到店里来用餐。然后我们陆续还有五家店会开业，我们会一定把这个品牌经营好。然后呢，改变不了环境，咱们就改变自己，改变方法。谢谢大家，加油。为了响应北京市政府的号召呢，我们麻六记全北京的店从明天开始禁止堂食，但是呢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开始做外卖的业务。我们这精美的大包盒，一点都不输在店里堂食的颜值。期待疫情早日得到控制，大家可以到店里来用餐。然后我们陆续还有五家店会开业，我们会一定把这个品牌经营好。然后呢，改变不了环境，咱们就改变自己，改变方法。谢谢大家，加油！为了响应北京市政府的号召呢，我们麻六记全北京的店从明天开始禁止堂食。今天呢，给大家看看我们外卖的一些菜品。这个我到店里来打包，今天晚上回家吃。金汤味笋衣、水煎包、泡椒牛蛙、麻酱油麦菜、这个萝卜干、泡椒小菌干、传统毛血旺。朋友们，这两天大家有口福了。为了响应北京市政府的号召呢，我们麻六记全北京的店从明天开始禁止堂食。疫情早日得到控制，大家可以到店里来用餐。然后我们陆续还有五家店会开业，在北京，最快的是哪儿？那个石景山，然后呢银泰，然后西直门凯德莫，然后呢通州乐迪港，还有哪儿来着？还有一家我记得，华西已经签约了。我们会一定把这个品牌经营好，然后呢，改变不了环境，咱们就改变自己，改变方法。谢谢大家，加油。